第八十一届金球奖伫今仔日公布电影类、电视类的名单。今年暑假两出电影《芭比》《奥本海默》，唔啦票房真好，互相竞争以外，即届也入围真侪奖项。到时阵呢，明年一月初七颁奖典礼一定会搁再吃。Barbie，Hi Barbie，Hi Ken，Hi Ken。尼克里斯金球奖提名名单公布，今年获得两部大片《芭比》和《奥本海默》，那是票房真好。这份今年全球未做电影的冠军和季军，更加相像的金球奖提回多项大奖，《芭比》入围九项，《奥本海默》八项。由华纳兄弟影业出版的真人版电影《芭比》票房在全球累计超过十亿美金，也创下女性导演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。这摆《芭比》入围奖项除了最佳音乐和戏剧电影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主角马格罗比和最佳男配角莱恩·葛斯林，歌曲入围三首，包括莱恩·葛斯林所唱的《我只是肯尼》。You are the man who gave them the power to destroy themselves, and the world is not prepared.由克里斯夫·诺兰主编主导，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原作大师傅奥本海默的传记电影《奥本海默》，历经几种入围八项大奖，最佳剧情类电影、最佳导演、最佳配角，演员入围三人，演主角的是莫菲，演美国原作联委员会主席的小劳勃·道尼，加演奥本海默给后的艾米丽·布朗。Hollywood is back. The show is happening, and there's going to be a lot of star power there. And then also, this year's nominees are incredibly diverse. 在今年提到威尼斯影展金像奖的电影《可怜的米家》，同款是这届金球奖重要电影之一，入围这项大奖。不少独立制片就《梦想集中营》《保留者》《之前的咱》拢入围不少奖项。最佳动画片有《宫崎骏的从罗加少年》加新海诚电影的电影之路，其中《从罗加少年》声势登王，和华界情怀加第六。人冷过新乌头，上有可能摕到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片的强烈对手。公司新闻，甘文编译。